场的竹联帮抱歉一下哈，因为当时敬保补偿容易在立法院推动真的很艰难，我的确没有刻意的把竹联帮你们放在里面。我们事实上呢，最近也听到太雅族地区的竹联帮有提到这个问题，就是敬保补偿一弄了，竹子六年才能砍，然后我们的竹联帮砍竹子的，你们已经没有工作了哈。以前大概每次都可以砍，还会有一些收入，现在六年以后才能砍一次，你们的收入变很少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？有哈，好，所以待会再听一下，是不是我有一些没有注意到的事情？就是那些生物植物学家，我是觉得他们都是纸上谈兵。为什么？我们的竹子有雄繁体，这个最重要。你今天你不给它雄繁，就像林务局的竹园，林务局也很麻木。我今天在这边直接讲。你竹子只要一老化开花，会不会水土保持？不会。当它老的时候，根没有办法蔓延，或者是对于抓地、抓土地或者抓地力没有的时候，当然就崩塌了，土石流了。第一年生的竹子就是所谓的就是新竹子啊，它在第四年它就走掉了，全干。第四年它短短那个开始生的时候，他第四年就走了。那第二年的竹子，他在第五、第六年就开始死了。哦，所以他就一直循环循环这样，到第九、第十年的时候，竹子都全部都是生大枝的，小枝的都走掉了。但是大枝的竹子，它会在九年、十年的时候有生一个毛病出来，不是蛀虫啦、开花啦、老化啦。台风一来就折来折去，折去断来断去，这个就是最对土地保护的非常严重的地方。林务署现在砍伐申请是要六年以后才可以申请采伐嘛？ 对，应该是三年，他第四次应该是三年以后就可以采伐了。我听我爸爸说，以前林帮我们的祖父带着小孩子去种。我们老前辈辛辛苦苦种的林帮，绿油油的，为什么不能解禁？到底是为什么？砍个竹子是三年竹、四年竹嘛？我们砍竹子三年竹最漂亮，对不对？我们卖的也是最好的价钱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去砍一年竹、二年竹吧？那个年轻、软软的，你有可能去砍那个竹子吗？不可能嘛！不可能，它是不是还有留住绿的面积在？其实我书法那一块，他们谈的是书法。可能我们林务局会想是整个绿的面积，会算面积，而没有考虑到这个植物本身它就是一个怎么样一直会生产的植物哈，因为它是走茎式的，它是走茎式的生长，不像一般丛生根，它走茎式的，它有阳光，它就砰，它就起来了，哈，好。既然我们砍的是三四年竹，问题不是就解决了吗？一二年竹不是留着吗？我们不会把全部砍光光嘛？我们可以规定他们一年竹、二年竹不要砍嘛，对不对？禁伐补偿为什么不能继续申请啊？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死啊？那他们的生活还是可以过吧？你们觉得我这样讲对的，就鼓掌一下嘛。我也很辛苦，也很累，每一年都有交大、政大、清大的学生来访问，啊，竹子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讲了一大堆，后面还是没有什么那个结果回馈到原住民这边哦。为了整个土地，台湾的土地好，双赢的局面之下，就是你们绝对不能用六年去看待。如果我们有一个翠竹机。有一部翠竹机，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打碎了以后包装回去以后就可以做成很棒，再加我们的微生物做混搭，它就是最棒的肥料。我们不是在山上可以用，也可以卖到外面去啊。
那想办法成立，比如说合作社，那未来我们也不用去买肥料了，肥料有合作社可以供应到农民，也让农民也可以受益啊。哦，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，能够达到双赢的。那我们现在经过长辈告诉我们之后，我们知道原来竹子的生长的特性跟梨木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它应该有特别规定，这个未来我们会把它定在规定里面详细规范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其实跟梨木几哦，跟菊本不有在开始在讨论一件，就是贵竹林的合理书法辅翼的作业方式。好，就是它的合理的书法作业，其实刚前辈们提到的，我们也都把它记录下来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整合之后，未来包括你进法，然后有合理的书法，其实不影响你的进法补偿，又让你可以做合理的书法这一块，我们也会把它记录下来，纳入到我们定职法的相关的啊规定。第一个先跟大家道歉。我在推进法补偿这十年当中，我真的第一个没有想到我们的竹林的部分哈。那第一个就是我希望我们赶快成立合作社，好不好？你们弄好了以后呢，未来有几个好处，当然就是你们的这个可以跟劳委会申请一些你们的在职的就业。然后第二个，开会你们合作社成立完了之后呢，当然。我们就可以跟林务局，因为刚刚林务局林副局长也同意80跟81的林班地的竹子可以让大家来去申请，但是内部不要吵架，哦，谁要负责哪一个区块，谁要负责哪一个区块，你们也要自己坐下来谈，好吗？好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园民会，园民会大家一直在问，不要等四年之后哈，哦，你们已经送到那个。行政院了哈，这个送到行政院，我的总咨询我就要讲咯，要要求我们的现在苏贞昌院长，你们还想要原住民的票的话，赶快送到立法院，我希望这个会期能够让他解决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那至于你们如果这个合作社开放了，不是只有砍竹子。刚刚有讲过哈，林副局长讲过，有很多案子你们其实都可以，比如说砍草、清洁、维护我们的林道，这些计划都可以送出来审的。到时候有哪些计划，我会请我的办公室主任把整理了林务局的这些计划，然后交给乡长。你们不会写计划没有关系，乡长、议员帮你们写，好不好？这样子，你们的工作除了是砍伐之外，你们每年每个月至少还会有一些收入啦，可以吗？你们不是地主，但是你有每个月的合作社或者是协会的一些工作的收入。